要女性啊，无女性唔得噶，就是你叫我中国系无女性啊。来，蜜花生啊，有花生啊啦，蜜花生啊啦，有女性啊啦，有花生，剥花生嚟啊，咁你个手点剥啊？食唔食花生啊？我帮你揸条杆啊！揸住。我即啊得啦，系咯，咁都咁，咁咪食得啦，系啦，夹住，夹住，剥花生，钓鱼剥花生，剥花生磨烂只，剥花生磨烂只啊！你等我要嚟整啊！我唔知我仲食花生噶，花生喺边喺边度整啊？食唔到啫。你个想拜鱿鱼啊？食花生啦你。半个钟。你话做咩？你话做咩生意？你食花生好啦，唔好食白果啊。食花生好啦，唔好食白果啊。食花生，粒粒有用。因为你吃白果不行的，放长这个先，放长先钓大鱼，是啊，你没来啊，钓到鲨鱼咯，妈咪啊，放长先钓大鱼啊，放长这个先的了，是啊，放长先钓大鱼，现在我们准备 起来放长先钓大鱼，我们在外面放长先钓大鱼，他们去到好远了，是啊，他们深水钓大鱼，我们放长线钓大鱼，放长线钓大鱼，那条天梯，天梯都要的啫，应该是吧，都都都要，不过你还钓不钓到他上困啊，或者钓到他要个斗啊，他就好点了，他有没有耐性，要耐性，最重要要耐性啊，钓鱼没耐性不行，我就没这么耐性啊，我见你岩腰嘅，蒸岩腰个咯，嗬？系啊，我见你啲岩鱼蒸，蒸岩腰个钓鱼啦，系。岩鱼蒸自由啊，都，咁你几好啊？啫，你人哋乖乖钓又咁，咁咪系咯，真系啊！